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經過16個月嘅工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就土地供應策略同埋土地供應選項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呢份報告已經上載到小組嘅網頁，供大家參閱嘅。我同埋副主席黃澤恩博士希望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咧簡介呢份報告。首先，我想先講一下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的嚴重性。正如小組多次強調，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迫在眉睫，短期情況尤為嚴峻。小組認為政府的香港2030加研究所估算的1200公頃土地短缺數字過於保守，很多土地的需求同埋供應嘅不確定因素未有計算在內，所以單係土地短缺嘅數字應該已經超過1200公頃。加上根據小組所進行嘅隨機抽樣電話調查，有85%嘅市民支持或者非常支持建立土地儲備，而上述嘅估算未包括建立土地儲備的額外土地，所以香港長遠所需扣除已經規劃的實際遠遠多於1200公頃的土地。小組的目標是向政府建議一套能大幅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不單止為滿足土地供應短缺，更應該放眼覓得更多的土地作為儲備，從而提供緩衝和彈性。正如小組一直強調，沒有一個單一選項能在規模以及時間上來說完全滿足土地短缺的問題，多管齊下推展各個短、中、長期的選項是必然的方向。小組報告的第一和第二章列出小組的目標、願景以及就土地短缺的分析和建立土地儲備的論述。小組在今年4月至9月展開為期5個月的以增辟土地你我抉擇為題的公眾參與活動，提出了18個土地供應選項供社會討論和取捨。公眾參與活動以全方位、跨界別及多渠道的方針進行，包括185場與市民及持份者直接交流的活動、網上及實體問卷以及隨機抽樣的電話調查等。公眾亦都可以透過郵寄、傳真、電郵、電話或者親身提交意見。在5個月裏面，小組總共收到超過29000份的問卷，透過其他渠道提交的意見足足有68300份，
當中超過九成來自不同團體的聯署運動。另外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透過隨機抽樣的電話調查，成功地訪問了3011位市民。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負責整理所有意見及作獨立分析，從規模、覆蓋面以及社會關注度而言，相信今次的公眾參與活動是近年最廣泛及最具代表性的公眾諮詢工作之一。公眾參與活動的詳情列載在報告第三章，市民亦可登上小組的網頁參閱公眾參與報告、港大的獨立分析、中大的電話調查報告以及原始數據，以及超過60,000份的公眾意見。過去三個月，小組詳細研究了上述近100,000份的公眾意見。小組了解不同形式的意見收集方法，各自有不同的特性、優點和限制，實際上起一個相輔相成、取長補短的作用。因此不應該將量化的數據和質化意見以表面數字作直接的比較，或者將兩組的數字隨便相加作分析。小組最主要的工作是從宏觀的角度，將各種量化和質化的意見糅合分析，並且作出整體的考量，從而評估社會對土地供應策略和個別選項的取態及意見。整體而言，小組認為社會普遍認同土地供應短缺問題刻不容緩，亦同意不能夠單靠個別的選項解決問題，必須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打破土地短缺的困局。此外，大部分市民支持開發更多土地，建立土地儲備，詳情可以參閱報告第四章。根據上述小組的整體考量和觀察，小組在報告第五章裏面就土地供應策略和土地供應選項向政府提出建議。在土地供應策略方面，小組認為：一、政府應制定完善和持續的土地供應機制，包括持續造地、較頻密更新和檢視整體土地供求情況。這項工作應該提升到由政府最高層負責跨部門的督導。二、政府應推行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同時推展各個短、中、長期的選項，確保土地供應持續而穩定，比能滿足不同時段出現的不同需求。三、政府應以長遠及宏觀的目光與思維，盡早展開規劃工作，以便建立土地儲備，以備不時之需及提供規劃彈性和空間。四、在開發和規劃土地的時候，綜合充分考慮各個重要的土地供應原則，包括對環境的影響，透過基建設施創造發展容量，預留足夠的土地及規劃彈性，加強與持份者的溝通，透過一地多用善用土地，以及嚴格控制造地成本，並且創造效益。接下來我會簡介小組建議政府應優先研究及推行的土地供應選項。這些選項在公眾參與過程中均獲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短中期選項方面，小組建議政府應優先研究及推行三個選項。首先是棕地發展，小組認同發展棕地能夠帶來多方面的效益，除了能釋放土地作房屋及其他用途之外，亦可以理順土地用途和改善鄉郊環境。因此小組認為棕地發展應作為政府優先及重點推展的選項之一。然而棕地發展的潛力及速度
需視乎基建配套設施是否到位及如何妥善處理受影響的棕地作業等，存在難度以及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全力推動棕地發展的同時，必須繼續多管齊下推展其他土地供應選項。第二是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小組認為公私營合作模式是釋放私人農地潛力的一個有效方法，用現行與現行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的做法並無衝突。小組建議政府應盡快就公私營合作制定一套公開、公平及透明的機制，政府亦適宜就公私營合作項目下公營房屋所佔的比例定下明確的指標，以彰顯公私營合作的公眾利益。第三是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大部分的意見涉及是否應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作其他發展。經整體考慮後，小組認為政府值得優先研究及考慮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的局部方案。不少意見要求收回球場作房屋發展，亦有意見考慮到當中的古樹和生態價值，建議保留球場原貌但開放予公眾使用。不過礙於時間所限，一如其他建議，小組無法為有潛力的土地用途配合合適的土地用途。小組認為應留待政府進一步研究視乎環境與周邊土地的兼容性、發展效益、各類土地需求的情況等，決定土地最適合的用途。至於長遠而言，是否有需要進一步發展餘下140公頃的球場用地作其他用途，小組認為有需要考慮重置球場的合適地點、重置所需的時間、對球場的生態及文物保育價值的影響，以至支援其他發展所需的基建配套等。接著來，我請副主席黃澤欣博士向大家解釋小組就中長期選項的建議。中長期的選項方面，小組是建議政府應該優先研究和推行五個選項的。首先是維港以外的近岸填海，填海所帶來的新增土地能夠提供較大的規劃彈性，讓政府從宏觀的角度作出全面的規劃，加上填海所得的土地是全屬政府所擁有的，所以政府在土地供應和使用方面是有全面的主導權，能夠持續地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因此小組原則上是支持那五個建議的近岸填海的地點，不過小組認為政府在推展填海的之前，應該是要充分做前期的研究和規劃，並制定合適的根據法定的程序展開環境影響評估，制定合適的措施緩減填海對於海洋生態的環境影響，同時是要考慮和適切地回應鄰近填海的居民和漁民的訴求。跟着是在中部水域建造約1000公頃的人工島，以發展東大嶼都會。小組認為發展人工島的計劃是突破土地長期短缺的困局的主要的一個關鍵。相對近岸填海，興建人工島的好處是面對較少鄰近設施和土地用途的制約，
可以創造咧更大面積嘅土地，令到個規劃咧更加富有彈性，係少數能於可控制嘅時間之內建立大板塊嘅措施。在增加土地供應和建立土地儲備的方面，那個優勢尤為突出。此外，建議人工島的位置是具策略性的意義的，可建立新一代的城市、新市鎮和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同時亦可以提供契機大幅擴闊連接新界和市區的基建運輸版圖，舒緩新界對外交通的擠擁的情況。小組亦都理解到不少人關注人工島對環境和海洋生態的影響，所需的成本和建造的時間，以及能夠抵禦極端天氣等等的問題。小組同意這些都是政府仲係要特別注意同埋解説嘅範疇嚟嘅，因此政府應該盡快就人工島展開各項嘅前期研究同埋規劃工作，收集更多嘅資料同埋數據，決定下一步嘅工作。第三係用利用岩洞同埋地下空間發展岩洞咧，係一個一石二鳥嘅選項。一方面咧，岩洞可以提供空間容納一個唔係一定要擺喺地面上，同埋係唔受地區歡迎嘅設施，例如污水處理廠，解決土地用途嘅唔協調嘅問題。另一方面咧，搬遷咗呢啲設施去到地下岩洞咧，騰出嚟珍貴嘅土地咧，係可以用作房屋或者其他嘅發展。至於發展地下空間，則可建立地下連接的網絡，改善擠迫地區的連貫性，同埋改善地面的行人的環境。因此，小組是支持政府繼續去物色同埋研究具成本效益、合乎社會利益的岩洞同埋地下空間的項目。第四咧，係喺新界發展更多的新發展區。透過新發展區的可以推動一個較大地區的發展，那個優點就是什麼呢？是能夠作整全的社區規劃，從全港的策略發展、地區的特徵和需要的角度出發，適當靈活地分配不同的土地用途。由於新發展區項目呢，在中長期房屋供應是一個主要的來源之一，所以小組認為政府應該盡快推展已規劃了的古洞北、新界、粉嶺北和洪水橋這個項目，以及盡快開展建議中的新界北的前期研究和規劃工作。不過在推展新發展區的過程往往是遇到很多挑戰，因此政府應該探討如何優化推展新發展區的各項措施，以減少遇到的阻力。最後是發展屯門西內河碼頭用地。小組注意到內河碼頭使用量低，在地盡其用的原則下，小組是支持重新規劃內河碼頭用地做其他的用途，但 是如果我們單獨發展碼頭，土地用途將面對較大的限制，基本上土地只能用來做工業的用途。但是屯門西現時和未來已經有不少工業用地的供應，因此小組認為比較一個可取的做法是綜合規劃屯門西沿海地區的土地，包括了龍鼓灘填海、內河碼頭和鄰近的特殊工業設施，研究如何理順重新調配不同用地上的土地上的作業
增加規劃上的靈活性，包括考慮在屯門西發展房屋的可行性。至於其他的選項，小組認為這些選項的優次應該較剛才提及的八個選項為低，但長遠而言，政府亦可以按實際的情況和參考小組就個別選項的建議，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研究這些選項的可行性和利弊，以提供更多資料給社會再作討論。除了拓展更多土地供應的來源外，小組亦檢視了政府正在持續進行的增加土地中供應措施。小組認為政府應該全力持續發展推展現行的土地供應措施，以期收窄眼前土地供求的差距，及避免短缺的情況是會惡化下去。在報告第六章就著這些措施提出了若干的建議，至於坊間提出的其他的意見亦都在第六章交代。現在我就請主席作簡單的總結。土地供應短缺問題無疑是長期以來困擾著香港的老大難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香港只會不停內耗，社會發展將寸步難行。隨著小組的工作即將結束，亦都是我們放低土地供應問題爭議的時候。小組的報告以多管齊下、同心協力為題，帶出香港突破土地供應困局的兩個關鍵。小組期望政府能夠仔細考慮報告的建議，堅定地落實一套能反映社會主流意見的多管齊下土地供應策略及土地供應選項。同時，小組懇請社會各界同心協力，令困擾香港多時的土地問題盡快得到舒緩，繼而徹底解決，讓我們免除土地貴乏之痛，為下一代帶來新的希望。多謝。首先就是個報告本身其實是反映了社會上面的主流的意見。正如剛才所說過，我們今次透過問卷的調查，總共收到29,000份的問卷。另外就是一個隨機抽樣的電話意見調查，總共成功訪問了超過3,000位的市民，總共3,011個市民的回應。另外當然就是其他執法上面的意見，除了說大致上有68,300份的書面的意見，咁亦都透過問卷裏面我哋有好多意見俾咗我哋，再加上在185場嘅公眾諮詢裏面，大家所講咗嘅意見全數都會收集，然後就透過港大同我哋分析呢啲執法嘅意見。咁呢啲執法嘅意見其實分析咗之後總共就歸類咗係有超過130萬條意見。嗱，咁可以反映到無論係量化上面嘅數據，即是話問卷同埋電話意見調查嘅數據本身佢都非常之龐大。再加上所有執法嘅意見係超過100萬條嘅意見咧，咁亦都同樣反映到呢個正正就係社會上面好多嘅一啲主流嘅意見，承載了在這個報告裏面的。所以其實小組就看不到為什麼政府會有一些選項是會做，或者有些選項是不會去做的。
咁如果用翻咧，你剛才所舉嗰兩個例子，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喺短中期嘅選項，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根據我哋嘅估算咧，短中期嘅差距咧，其實足足有815公頃。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咧係造地需時嘅，所以咧實際上咧有好多我哋叫做短中期嘅選項，就算係全數落實嘅話，其實佢都冇辦法咧可以達到咧815公頃。咁所以點解咧喺今次小組透過我哋嘅分析之後，認為社會上邊咧其實往往咧都有一定嘅智慧，即是話咧智慧在民間。當大家咧清楚知道短期嚟講，我哋冇辦法可以滿足到短中期咧個估算嘅差距嘅話咧，所以咧大家嘅討論以至到最後咧大家嘅支持咧集中咗喺一啲咧短中期嘅選項裏邊，即是話咧。有四個嘅短中期選項咧，足足咧有足夠支持嘅咧，係至少咧係有三個啊。第四個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係佔地較廣嘅一啲康體設施，嗰、那個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社會上邊咧用量比較多嘅。嗱、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基於咧喺呢個咁嘅考慮底下咧，小組亦都講過，就住咧冬短中期嘅選項，除非有非常強烈嘅理由，如果唔係嘅話咧。小組是不會放棄輕易放棄任何一個選項，亦都因為這樣四個選項裏面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其中三個的選項，當然就包括就是粉嶺高爾夫球場。粉嶺高爾夫球場在我們拿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當時來說有一個叫做局部方案，有一個叫做全部的方案。而點解咁樣去分一個局部方案同埋全部方案呢？根據咧一個非常初步嘅顧問研究報告，當時嚟講咧，考慮到粉嶺高爾夫球場嘅發展潛力嘅時候，當時嚟講做咗一個非常初步嘅研究報告，就是、以呢個粉錦公路以東同埋以西作為一個分界。咁主要咁樣分法咧，就係、是、基於時間上面嘅考量啦。另外咧。亦都可能是地理上面的限制，所以咧用個粉錦公路咧作為一個分割咧，係非常之自然的做法。所以喺今天嚟講咧，如果係就住短中期嘅選項，我哋認為咧，如果係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咧，喺個落實時間，以至到咧喺個地理上面嘅挑戰，好多工程環境上面等等嘅挑戰咧，相對嚟講咧係會比較容易克服啲。咁所以我哋作出咁嘅建議，但係當然啦，長遠而言咧，我哋都有講過，正正咧，好似我哋諮詢文件裏邊咧，其實都清楚指出，如果長遠而言考慮到咧一個全部方案嘅話咧，政府其實係必須都要考慮重置嘅地點，以至到咧考慮咧要克服咧高球場上邊好多嘅環境工程文物，以至到歷史上面嘅挑戰咧，實際上咧佢需要咧考慮到嗰個重置嘅時間等等。咁呢個咧亦都係喺我哋今次報告裏邊咧係清楚咁樣寫咗出嚟嘅。因為咧諮詢文件嘅時候咧係咁樣咧係將呢個選項咧鋪陳出嚟，所以咧當然咧個小組嘅建議咧必定都係按照咧我哋諮詢文件裏邊所鋪陳呢個選項嘅做法咧。是作出我們的建議的。同樣地就是關於東大嶼都會，在我們諮詢的時候，這個選項是關於在香港的中部水域，即是說在交椅洲、喜靈洲和小部分的梅窩裡面的一個就是填海的概念，去達到這個規模可能是總共是1000公頃，我們當時來說描它為東大嶼都會這個這樣的選項。所以同樣地在今次那個報告裡面，既然獲得社會上面比較廣泛的支持，所以我們的建議都是就著一個10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這樣的規模是作出我們建議的。當然最後當然就是小組也都備悉到政府會就著很快的時間，或者會就著中部水域的一個人工島咧，可能咧會進一步咧向大家咧清楚解釋咧整體成個工程咧會點樣開始法，以至到咧就係即係點樣去開展咧就住中部水域裏邊一個人工島嘅一個建議。到時嚟講咧，相信咧大家會更多嘅資料。
中地同埋發展私人農地，其實都涉及一啲新嘅機制。咁有即係點樣有信心可以喺短期內發展到咧？當然咧，就即係我哋喺諮詢嘅時候咧，已經清楚咁樣指出啊。短中期咧，我哋嘅差距咧，的的確確咧係非常之困難咧，去到咧完全解決咧短中期嗰815公頃。而實際上咧，我哋能夠考慮到嘅選項咧，的確係唔多嘅。嗱，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算就住短中期選項裏邊三個嘅選項咧，都會全速去落實嘅話咧，當然短期嚟講，即是話咧，大致上10年裏邊咧，我哋明白到咧。我哋仍然都會有一個土地供應短缺嘅問題，呢個問題係持續嘅。呢個問題咧，過去時間開始，今天嘅情況嚴峻，今後10年咧都唔可以咧係咁輕易咁樣解決到。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其實有好多時候係有一啲咧，我哋叫做持續推行緊嘅措施。嗱，咁所以咧，點解喺今次公眾諮詢裏邊收到好多關於咧點解唔係？更加好咁樣利用我哋現有嘅土地，點解唔係咧？喺一啲合適嘅地區，可能增加一啲地積嘅比率，以至到咧至少咧短期嚟講咧，能夠舒緩到咧土地供應短缺嘅一個問題。咁呢啲嘅意見咧，我哋喺個諮詢文件裏邊咧，關於一啲持續推行緊嘅措施咧，就喺第三章裏邊嘅。嗱，今次咧就係如果經過大家俾咗意見之後咧，就住一啲短期嘅措施，點樣能夠咧將佢咧？落實或者可以加快，甚至是加密部分地區裏邊嘅發展，我哋都會將佢收錄咗喺我哋第六章裏邊，第六章裏邊，大家就會詳細見到。咁希望就話能夠做到嘅，都可以係盡快咁樣落實，包括一啲短期嘅措施都希望可以係幫得到係收窄翻我哋講緊嘅短期裏邊嗰個土地供應嘅短缺嘅。希望能夠可以部分舒緩嗰個問題。首先第一咧，就嗰個分割嚟講咧，已經講過啦。第一，佢嗰個好自然嘅分割嚟講啊，無論按照時間性或者咧地理上面嘅限制，好自然咁樣做。咁點解唔係一半一半咧？咁就因為咧就係粉錦公路咧係一條鄉村式嘅道路，單線雙程行車，兩邊咧係種滿咗樹啦，以至到咧佢冇行人路啊，亦都冇啊。今天咧我哋往往咧都係需要一啲單車徑啊等等。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話考慮到咧，任何咧跨過咗粉錦公路嘅一個方案嘅話咧，其實佢就會自然咧就帶出咧好多咧係環境啦，係交通基建上邊嘅一啲挑戰，呢啲咧往往咧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克服嘅。嗱，咁所以我哋係按照咧諮詢嘅時候咧咁樣嘅分類，然後咧就係按照咧咁樣嘅分類嘅方式咧，同社會大家咧共同咁樣探討咧呢一個選項。裏邊嗰個可行性，咁所以我哋當然咧個建議咧本身咧就會按照咧當時咧公眾諮詢裏邊大家咧傾嗰種形式咧，係按照咁樣嘅形式咧反映翻喺我哋嗰個建議報告裏邊嘅。嗱，至於你講到咧就填海咧，我唔知道咧你講緊嘅所謂叫一半一半咧嗰個咧係咪咧係一啲所謂叫做量化上邊嘅一啲數據或者意見啦。如果根據咧就係我哋所掌握嘅一啲數字，其實咧亦都同樣地咧喺第三章裏邊啊，喺第三章裏邊咧，當我哋講公眾諮詢裏邊嘅一啲工作，以至到咧佢嘅成效嘅時候咧，去到最尾咧，其實咧我哋就有就住咧今次所做過嘅一啲問卷啊，網上問卷同埋咧電話嘅意見調查咧。嗰啲數據咧就喺咧個圖表一裏邊嘅。個圖表一咧，其實咧就係如果真係話維港以外嘅近岸填海咧，嗱，如果用我哋嘅數據咧，問卷上邊嚟講咧，如果係選擇呢一個選項嘅咧，全部問卷計埋咧就有49%嘅。嗱，請注意咧，
就話如果問卷揀呢個任何一個選項係49嘅時候咧，並不表示咧反對嘅係等於51啊。嗱，同樣地咧，就係電話意見調查咧個睇法，或者大家咧解讀呢啲數據嘅時候咧，都應該注意到呢一點。嗱，用翻咧就維港以外嘅近岸填海啦。如果講緊喺問卷裏邊全部能夠達到最少1200公頃呢個咁嘅要求嘅時候咧，即是話咧撇除咗一啲可能咧係完全冇選擇到任何選項嘅一啲問卷咧，其實咧佢就會計出嚟咧就等於咧58%。同樣地啦，我都話咧58%嘅支持並不表示咧另外嗰42%咧係反對嘅，因為我哋問嘅方式咧就係問咧，既然要解決1200公頃一個短缺嘅問題，你會揀邊一啲嘅選項去滿足最少1200公頃，而唔係表示咧你會反對啲乜嘢選項啊？咁所以咧數字上面嚟講咧，呢個大家要睇清楚嘅。咁電話嘅調查咧，喺呢項上邊咧就維港以外嘅近岸填海咧，電話嘅調查咧就有回應支持嘅，話會用呢個選項去解決我哋土地短缺嘅問題咧，就有61%。然後咧，我哋計算咧，只係滿足到最少1200公頃嘅一啲回應嘅話咧，咁佢嘅數字咧就變成咧68%嘅，淨係計一啲咧係滿足超過1200公頃嘅回應。發展東大嶼都會咧嘅數字咧喺問卷上邊嘅啦，62%。然後咧，如果我哋計滿足到1200公頃嘅問卷咧，佢就會變成咧78%。電話意見調查咧，所有回應58%。如果計及滿足超過1200公頃嘅回應咧，就68%。咁所以數字上面嚟講咧，佢哋係高過曬咧你剛才所講嘅，就唔係一半一半。但係當然我亦都明白咧，我哋唔能夠就咁用一啲咧，我哋叫數量上邊嘅意見嘅，即係量化嘅意見。我哋唔係淨係用量化嘅意見，所以點解先至做咁多場嘅公眾諮詢？點解我哋收咁多咧？係書面上邊嘅意見。咁嗰個咧，剛才講過啦，足足咧分析落嚟咧，有130萬條嘅意見，亦都包括咧小組嘅成員咧，其實咧就全程咁參與咁多場嘅公眾諮詢活動。然後咧，我哋先至可以咧，糅合呢兩組，即是話咧量化嘅數據同埋咧質化嘅意見，糅合咁樣分析，去到決定咧究竟喺呢啲選項底下，究竟咧社會上邊咧主流意見咧係支持話要利用呢個選項，亦或咧反過嚟講咧就唔係支持或者唔利用呢啲咁嘅選項嘅。我哋大致上係咁樣做法嘅。According to the three options suggested by the public, we are still short, 500 hectares short to medium term. So how are we going to make up for the difference? How are we going to find the remaining land? Are the existing measures really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e differenc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the task force has suggested setting up a dedicated body to oversee and handl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looking forward. Why is that necessary? Why is this so necessary looking forward? And how is that going to help speed up the land creation process?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we had actually set up at our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s that within our short to medium term forecast, which is projected to have a shortage of more than 800 hectares of land, there is actually no readily available options that can give us in total more than 800 hectares of land in order to meet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Shortfall, and therefore,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doing is basically to push forward a number of ongoing initiatives in order that at least you know some of these parcels of land being made available will be able to alleviate the shortfall with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refore within our proper consultation.There's a lot of variable comments in terms of how can we, perhaps, you know, can accelerate some of the ongoing initiative in order that at least we can help to
have to resolve some of the shortfall in the short term. Within this report, we have basically recommended a land supply strategic regime, and basically that is the recommendation that the task force believe would enable Hong Kong to be able to tackle the need for land for all sort of development in the very long term. Make sure that we do not repeat what the task force have been doing in the last 16 months or so. And therefore, we have recommen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high-level steering committee, perhaps, to be chaired by the very senior for the very senior executive within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in order to steer the ongo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supply in Hong Kong. Um, 正如剛才講過了，就既然這個報告很清楚地反映了社會上一個主流的民意，也加上大家會清楚見到，如果上網之後，所有的原始的數據，即是說港大的一個分析報告，裡面的問卷的數據，以及中大電話意見調查的一個報告，其實大家都會在網上可以瀏覽到，咁就好清楚咁見到我哋呢個報告咧係建基於呢一啲非常廣泛嘅公眾參與活動裏邊所收集翻嚟嘅數量上邊，即是量化嘅一啲數據啦，同埋咧係質量上邊嘅一啲意見嘅質化咗嘅意見，咁呢個非常清晰嘅，咁所以我就諗唔到咧，究竟喺啲乜嘢情況底下政府會做一啲選項？而不做一些選項，但是當然做一些選項或者不做一些選項背後必定都有很多全盤的考量，包括可能是技術、工程甚至成本上的一些考量，那這些或者會令到政府會有部分的選項就不是好像我們今天這樣是全數得以落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認為政府是需要向社會清楚解釋為什麼不按照這裡的建議去落實我們土地供應的一些情況。那你剛才說過的正正其實是反映了其實任何一個選項都是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挑戰，包括最主要是環境上面的挑戰，又或者工程技術上面的挑戰，以至到不同的選項無論在成本或者如果我們認為時間往往都是成本的話，在落實時間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會不會因為這樣部分的選項就未必好像我們在公眾諮詢裡面在文件裡面所訂定的一些時間表呢？那這個絕對是有可能的，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在報告裡面寫得清楚了，其實任何一個選項它都可能最終在個規模，即是話咧，佢可能未必做到咁多，又或者咧喺個時間上邊嚟講咧，都可能咧會有同原來嗰個預計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就認為咧，喺今天土地供應短缺已經係迫在眉睫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必須咧迎難而上。有困難嘅地方，我哋明白嘅，每一個選項咧都有佢一定程度上面嘅挑戰同埋困難。但係今天咧，可以咁講咧，我哋已經係冇時間，所以我哋必須咧全速咁樣咧，係落實咧所有可行嘅方案，都希望咧可以迎難而上嘅方式咧，大家咧就住咧一個多管嘅齊下方向咧，大家咧可以咧同心協力咁樣咧去推展咧今日嘅工作。在施政報告提出很壯態。
家譬如講原則上唔放嘅話，我哋嚟到支持，同埋即係東麗園都會呢1000公頃係個主要關鍵，咁點樣影響緊整個啲提出咗嚟？如果係8個選項嘅話咧，根據我哋嘅問卷啦，因為我哋問卷當時嚟講咧，就住啲選項，佢本身可以帶嚟嘅土地潛力咧，我哋擺咗喺個問卷裏邊嘅，啊，咁所以咧呢8個嘅選項咧，喺個問卷裏邊，啊，總共咧就會提供咧，根據我哋當時嘅估算，總共咧會提供咧就係3235公頃嘅土地。咁但係剛才講過啦。啊！我哋亦都知道，當時嚟講，我哋擺出嚟嘅時候咧，純粹而家小組咧就係按照我哋嘅估計，當然亦都係一個咧係當然亦都係一個咧係迎難而上嘅一個方針底下咧，就認為咧有啲選項咧可以提供咧若干嘅土地潛力，啊，包括咧係中地啦，包括咧就係利用私人嘅新界農地儲備啦等等。但是我們都應該知道在落實的時候講緊呢啲嘅選項往往牽涉到比較長線啲嘅15、20、25年的時間，所以咧佢個規模以至到個時間性上面嚟講可能就未必好似我哋最初預期咁樣嘅。所以咧，實際上我哋而家講緊嘅3235公頃到最後可能未必是完全按照呢個數字。另外當然我們也有在選項裏面詳細都講過，剛才副主席就住就是內河碼頭的發展也有講過，我們知道內河碼頭就65公頃，但是根據我們的建議認為不是立刻開展這個工作，反而來講更加有利香港整體的發展，就留到就是整個屯門西區的重新的規劃，到時來講或者已經有了龍鼓灘的填海，可以就著當區的一些工業或者特殊工業重新這樣調配過，使到這一區裏面的發展會更加多規劃上面的彈性的，所以就是那裡65公頃的。再加上就是大家會知道剛才都講過，85%的市民透過電話調查的時候，我們都問究竟大家支不支持呢香港應該有一個土地儲備，85%的市民都表示非常支持或者支持建立土地儲備。土地儲備究竟要多大呢？當然我們沒有講過，亦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跟大家詳細地討論，但始終我們會覺得如果真的在土地供應上面來講，如果有能夠更多的土地供應，當然這個就賦予在我們規劃上面更多的一些彈性，使到我們最終可以使到香港成為一個宜居的、具競爭力的同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城市。另外當然在我們問卷裏面剛才都講過，問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提供最少1200公頃的土地。根據我們的計算如果所有的問卷呢，我們將那個總數呢計一個平均數出來呢，其實呢原來呢大家給我們的選擇的中位數呢，平均呢每一份問卷的平均數呢最終呢是提供1950公頃的土地的，即使平均數呢大家都會覺得呢在一個最少1200公頃的短缺裏面呢，透過大家呢選擇不同的方案呢，最終呢那裡有1950公頃的平均數。這個也都反映了呢大家是認為呢在提供土地來講呢多了始終呢會好過呢今天呢完全短缺的一個情況。And we read in the report, developing brownfield sites is widely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whereas we don't see any such statement relating to the ELM artificial islands. An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people were asked about the ELM artificial islands instead of the Tomorrow Lantau vision, which is of a much larger scale, do worry that the results relating to the islands would no longer be relevant at this stage? Well, first of all, we are talking about a sort of a holistic evaluation of all the responses
our public consultation, very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we are using all the quantitative data, and that is the response on the questionnaires, the response on the telephone survey, as well as all the qualitative comments, which is submissions by certain stakeholders in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all the comments being made within the 185 different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s. So the task force is actually using all these responses and data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me up with a consensus among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I think as regards to Brownfield, both in terms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as well as the qualitative responses, is actually pointing to majority support of using brownfields as a major source of land supply, particularly in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Now, likewise, for the East Lanta metropolis, I think both in terms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yes, you know, they have a response on average roughly about over 60%. But we know there are some, bound to b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questionnaire and also the telephone surveys as well. Having said that, there is about, I talk about, we had codified about 1.3 million pieces of comment. The comments for the East Lanta metropolis amounts to about 150,000 comments relating directly to the East Lanta metropolis. Some supports, and equally some actually disapport on the East Lanta metropolis. But taking the three sets of data together, the two quantitative data as well as the qualitative comments, I think it's actually right to say that there are enough support in terms of developing in the Midwaters, East Lanta metropolis, amounting to 1,000 hectares of land. And that is, of course, you know, we had also notic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ctually put out a enlarged program for the reclamation in the Midwaters. But having said that, our report can only point to the comments and the support obtained within our public consultation in our exercises.行政長官提交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一個建議報告，這個建議報告就包括我們土地供應策略和土地供應選項的一個報告。行政長官就當然就是感謝小組過去十六個月裡面的一個辛勤的工作，的的確確面對著一個這麼大的問題，而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做了這麼廣泛的工作，他對於小組來說是表示是感謝的。行政長官亦都會講過，政府咧將會咧係盡快咧係仔細咁樣研究我哋個報告啊，咁然後咧就住咧裏邊咧建議咧，如果有開展工作嘅話咧，我相信亦都會好似咧我哋嗰個標題咁樣，多管齊下，同心協力咁樣咧開展咧我哋土地供應嘅一啲工作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關於咧就係
我哋短中期嘅選項裏邊咧，實際上咧就係我哋都講過，無論係短中期或者係中長嘅選項，正正就因為今天我哋土地供應短缺嘅問題咧，係一路咁樣嚴峻嘅。今天我哋已經係落後咗或者滯後咗，今天嘅短缺已經出現，繼而咧短中期啦，即使大致上十年到咧，我哋冇辦法可以追求嗰815公頃嘅短缺。咁同埋咧，當然咧就係中長期嚟講，我哋講過，我哋整體其實咧，我哋最少又或者咧，應該咧，我哋嘅需要咧係遠超越1200公頃。所以咧，喺我哋嘅建議嚟講咧，其實咧每一個選項咧都應該咧係同一時間開展嘅工作嘅，因為咧到最後每一個選項咧，佢出嚟嘅土地落成嘅時間咧係一樣嘅，而往往咧就會一啲短中期嘅，就算我哋講緊短中期嘅，都唔係講緊咧五年裏邊咧同一時間咧所有短中期嘅選項都要出現，我哋只不過講緊咧喺十年嚟講。佢可能有機會咧喺唔同時間，有啲會快啲，有啲咧會遲少少。繼而咧就係中長期嘅選項咧，有啲喺十年，有啲喺15年，有啲喺20年咁樣出現。咁希望咧能夠同一時間開展工作，有部分工作咧可能咧係開展工程工作，有部分嘅選項咧只不過咧係開展咧前期嘅研究同埋籌劃工作，有部分咧甚至咧可能咧。是要需要咧，係進行咧係撥款啊等等嘅一啲工作，所以我哋嘅建議咧就係今天咧，我哋已經咧再冇一個時間，我哋冇一個時間嘅空間咧，去到咧就係先做一樣，然後咧先至咧係做第二樣。我哋亦都冇一個時間咧，就係淨係做一啲，唔做另外一啲，因為咧我哋實際上係需要咧一套咧多管齊下嘅方案，喺唔同嘅時間。會俾到咧唔同嘅土地供應我哋，去滿足到咧唔同時間裏邊咧所出現嘅唔同嘅需求嘅。答埋最後搞清楚咧，嗰個短中期咧，而家係咪即係個三個選項共加埋，只能夠喺短中期度提供到320公頃，係咪真係仲爭500幾公頃嗰個短缺咧？同埋其實小組除咗可以即係提議翻而家持續做緊嘅措施之外，短中期之外可以有冇啲咩新建議可以俾政府咧？因為其實即係如果都揾唔到嘅話，會唔會即係？其實市民喺5年、10年內都仲要執行土地短缺呢樣嘢嗰度咧，其實另外想問一問嗰、那個即係發展都要鋪頭場嗰個方案同埋全部方案，因為其實個電話問卷咧，其實佢哋係即係一 lock 個咁問嘅，即係唔會係話答支持個部定係全部。咁小組其實係用咩準則去評估究竟啊我優先發展個部，而全部方案係即係稍後先發展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理據呢一度咧？另外想問埋鄉郊式發展。嗰、那個選項入面其實即係都睇到咧，其實喺電話問卷嗰度都有過半數支持嘅。咁其實點解唔即係呢一個方案係唔會擺落去優先選項入面咧？可唔可以講講點樣即係擺3+5呢個準則落去？即係個準則喺邊一度？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喺短中期嚟講，我哋一路講緊個815公頃嘅短缺咧，我哋知道咧就係任何。加曬我哋4個嘅短中期選項咧，根本佢冇辦法咧達得到咧就係超過800公頃，咁所以個短缺咧係存在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咧，當我哋做呢個問卷嘅調查嘅時候咧，實際上咧我哋就明確咁樣擺咗咧有4個係只係能夠有4個短中期有機會咧出現到咧一啲土地供應嘅選項，而我哋冇辦法擺其他嘅。因為咧就係經過我哋嘅分析咧，其他嘅選項咧需要嘅時間咧一定係超過咗10年以外嘅啦。咁但係個情況會點樣解決咧？我相信咧係部分希望咧可以用一啲咧係短期已經持續推行緊嘅一啲咧土地供應措施去做啦，包括咧喺我哋剛才講過啦，諮詢文件個書冊裏邊咧第3章咧已經詳細咁列咗啦，亦都包括咧今次公眾諮詢裏邊大家俾咗好多嘅意見啦。其中咧就係點樣去改劃一啲現行嘅土地啦，又或者咧喺適當嘅地區啦，增加我哋嘅密度啦，或者善用我哋嘅工廈啦，善用我哋一啲閒置嘅校舍啦等等，又或者咧點樣去透過咧係一啲跨部門嘅一啲協作，使到咧我哋無論喺造地啦，喺發展嘅流程嚟講咧，
喺個審批時間咧都可以縮短。咁呢啲咧希望咧能夠咧部分舒緩到短中期嗰個土地短缺嘅壓力嘅。但係當然咧，如果我哋再詳細啲去分析咧，嗰815公頃咧係講緊咧所有嘅用地嘅需要係出現咗815公頃嘅短缺。但係如果淨係喺房屋咧，我哋亦都知道嗰個短缺咧就108公頃嘅。其中咧當然咧就有根據當時嘅估算啦，喺裏邊咧49公頃咧係公營房屋，59公頃咧就係私人住宅嘅。咁樣嘅數據，咁當然啦，喺而家嘅情況底下咧，大家知道房屋上面嚟講咧，可能咧係更加迫切啊。咁所以咧就係喺今日，其實我哋見咗行政長官嘅時候。行政長官都有講過，實際上就住房屋的政策已經做了一系列可以能夠調整的政策。其實爭緊的是爭乜嘢咧？係爭面粉。面粉就是我哋土地供應啦，即係點樣去透過我哋今次嘅土地供應，能夠配合到一個政府嘅整體嘅房屋政策，以至到其中最主要嘅當然係公營房屋政策等等。咁所以咧就係喺嗰方面嚟講咧。我相信我哋唯有真係話全力去做，所有能夠可以落實嘅都應該去到落實。咁第二嗰個咧，你講過即係關於高爾夫球場喺電話調查裏邊嘅訪問咧，冇錯嘅，因為咧係電話意見調查咧就同問卷咧有少少唔同，所以喺制定嗰個問題上面嚟講咧，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成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又或者咧就成個利用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咁樣嘅一個問法。咁但係咧呢個並不表示咧就喺今天嚟講咧，我哋咧係改變咗咧喺我哋公眾諮詢裏邊咧係拎出嚟同大家講嘅一個選項。嗱個選項咧好清楚咁講到咧有一個所謂叫做局部方案，亦都有一個全部嘅方案。而全部的方案咧，到時咧必定要考慮到重置的時間、重置的地點，以至到呢個上邊需要克服的一啲挑戰啊等等。咁嗰啲咧都有講到喺裏邊嘅。咁另外關於咧就係話，你講緊嘅喺鄉村式發展地帶裏邊啊，嗰個做法咧，當然咧就係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喺數量上面嘅意見，即是話咧問卷。裏邊咧，如果係利用鄉村式地帶發展咧，咁呢度咧係講緊咧就45%嘅。如果係電話意見調查咧，就54%。啊，咁同樣地咧，我哋明白到頭先我都解釋過啦，54%會用呢個選項咧，並不表示咧46%咧係唔用呢個選項，因為咧其中咧亦都有啲咧就話啊，我唔清楚呢個問題啊，我唔知道呢個地點啊，所以咧我就唔會揀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個54%咧就係都係可以講話咧係一個唔錯嘅一個結果嚟嘅。就等於咧我哋講緊嘅喺電話意見調查裏邊18個選項，其實咧足足咧有14個選項咧係超過50%嘅回應咧係會揀呢個選項或者用呢個選項啊。不過咧當然，當我哋咧再用埋一啲所謂質化嘅分析嘅時候咧。如果是質化的分析提及到關於鄉村式地帶的發展只不過是有1700條左右，這個相對於其他的說是以萬計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從那大致上1700條的意見，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清楚地確認到社會上面一個主流的意見究竟是應該發展，抑或都是暫時來說，既然有其他選項，不如研究其他選項先這樣。所以我們就會因應著，因為它在質化上面的意見的確比較少，就算我們在公眾諮詢裡面聽的都不是太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就不會作為一個優先建議這樣放上去。好，多謝大家，是不是時間結束了？謝謝。
其實咧，就即係嗰個架構咧，就係即係頭先都亦都講過咧，就係關於即係公私營合作模式嗰個咁嘅架構啦。咁嗰個咧，我相信咧喺今天嚟講咧，個小組亦都的確冇時間咧詳細咧傾一個架構出嚟。所以咧，我哋當時嚟講咧，就話我哋建議咧，政府係需要有一個獨立嘅機制啦，由呢個機制咧去決定咧，究竟咧用啲乜嘢嘅模式、乜嘢嘅原則咧去進行咧呢個公私營合作嘅模式嘅。咁另外當然亦都有條問題咧，係講關於話我哋講緊嘅希望咧，喺一個土地供應策略上面嚟講咧，有一個咧高層次嘅架構。呢個高層次嘅架構咧，可以咧跨部門嘅方式咧，去到咧係持續咁樣咧督導咧我哋關於土地供應上面嘅工作。而其中當然係包括咧一個恆常嘅制度，不斷去檢視咧我哋土地供求嘅情況啦，同埋咧可以咧係不時咁樣咧更新一啲資料啦，令到一啲數據啊資料咧盡量嘅透明化，大家可以檢視到啊等等。咁呢啲咧都會咁樣做。咁最後咧喺呢度咧，我借呢個機會咧，其實咧我需要多謝咧係咁多位傳媒嘅朋友。因為咧就係即係今日咧係10月31日，咁首先咧就係即係好致歉咧，就係去到咧就係即係除夕夜咧都請大家過嚟。咁但係呢個正正就反映咗咧，就係其實我哋土地供應嘅工作咧，真係刻不容緩，以至到個小組咧過去3个月咧，亦都喺聖誕節裏邊咧，基本上咧係完全冇休到假。咁然後咧就即係希望咧都可以咧喺2018年年底最後嗰日咧可以交得到我哋嘅報告。咁所以麻煩咗大家過嚟。咁年底交報告咧，我諗亦都係因應翻咧剛才所講啦。其實咧亦都即係2018年咧，就快咧都會完結。咁希望咧就係我哋就住土地供應嘅一啲爭議咧，亦都隨住咧我哋交咗報告。大家都可以放低，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明年啦、2019年盡快開展啊，用一個咧就係多管齊下、同心協力的精神咧，盡快開展我哋關於土地供應的一啲工作。咁至於好多傳媒朋友咧，一方面麻煩咗大家過嚟，但係喺過去10几月的過程嚟講咧，亦都好多謝大家咧，就住土地供應一啲議題咧。大家咧好多個報道啊，大家跟咗我哋好多地方，上山下海啦，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咁樣樣。咁同埋咧，亦都真係好感謝咧，就係好多位朋友都俾咗好多支持，俾咗好多加油啊，同我哋打氣啊等等。咁呢個真係咧好衷心咁樣感謝。咁喺呢度咧，順帶亦都就住我哋就快完結咗2018年啦。咁我祝大家咧就係2019年啦，新年進步啦，身體健康啦，最緊要咧都係工作愉快。多謝曬。我想知道主席同副主席影咗相，即係大部分都係喺翻度。再睇嘅。再睇。呢個咧當然咧就喺我哋嗰、那個純粹咧喺個問卷裏邊咧用翻個數字咧咁計出嚟3235。剛才講過了，內河碼頭65公頃。另外當然呢，就是如果大家去在那3235裏面呢，是包括呢利用私人遊樂場契約土地總共180公頃。現在當然的建議呢，就是說首先應該處理那32公頃。另外那些呢當然呢就未在那建議裏面的，所以你可以呢如果詳細地減就可以這樣減。但我當然都建議呢大家不要去到咧就係即係1公頃1公頃咁樣計法，因為畢竟咧去到落實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呢個選項嘅，亦都包括咧就係棕地啦，同私人發展商嘅一啲公私營合作等等咧，佢都未必咧好似咧我哋原來咧嘅估計咁樣樣嘅，因為根據原來嘅估計咧，棕地我哋係講緊咧就係110公頃短中期，220公頃中長期。總共咧就330公頃，然後咧就係公私營合作咧喺1000公頃裏邊，我哋就認為咧短中期咧可以做到150公頃，中長期可以做到額外嘅300公頃。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個數字咧足足有450公頃咧係講公私營合作。咁我哋收到好多意見咧就話：，呢個數字咧會唔會太過進取啊？
未必一定做到喎，好多困難喎。咁明白嘅，社會上邊咧對於個規模嚟講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意見。呢、這個正正咧都小組喺個報告裏邊講清楚啦。因為咧落實嘅時間同埋落實嘅規模咧，都可能咧因為不可預知嘅原因咧係有啲改變嘅。亦都因為咁樣咧，點解我哋今次整體嘅建議咧係多於咧我哋拎咗出嚟講緊嘅最少1200公頃？甚至咧裏邊咧包括咧一定比例嘅土地儲備喺裏邊。係問完結嘅啦，三個中篇期選項係咪最快？即係有冇邊個可以最快幾年內可以落實到？係咪頭嗰5年內都唔會落實到嘅預計？即係比較快嘅三個。這個我哋冇講過幾多年咧，亦都冇詳細咁樣去就住嗰個時間性咧詳細咁樣研究過嘅，因為畢竟咧佢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後期嘅工作咧係需要跟進，有啲可能會快啲，有啲可能咧。因為種種的原因，尤其是上面的持份者的影響，你需要處理它的確的需要的時間比較長一點。但是無論如何，我想概括一點來說，這三個選項就有望在短中期來說能夠釋放到部分土地潛力的。第一咧就即係講緊嗰你講緊嘅60+120。首先咧嗰60公頃咧喺邊度咧？第一咧，我哋喺呢個建議底下咧就講咧，大多數嘅意見咧都講咗咧係粉嶺高爾夫球場，所以咧我哋建議咧就應該咧係優先考慮嗰32公頃。但係咧，我哋喺嗰個建議底下咧喺呢度咧第五章裏邊咧都有講過。就住其他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部分咧可能咧喺市區裏邊嘅，咁政府咧就應該咧係重新去檢討，究竟咧呢啲嘅用地咧係咪咧同其他嘅一啲咧就係政策配合嘅？咁所以理論上咧佢喺裏邊嘅，我哋講到咧有部分嘅一啲私人遊樂場契約用地喺市區裏邊嘅，政府應該咧做一個咧整全嘅考慮。另外咧，如果你講緊嘅，咁嗰120公頃喺邊度啊？嗰120公頃咪就喺長遠而言。嗰度粉錦公路以西個140公頃嘅用地啦，就喺裏邊噶啦，咁就包咗喺裏邊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今日亦都唔好意思咧，就係、是、因為我據我所知咧，我哋原來咧喺我哋開展咧公眾參與活動嘅時候咧，當時嗰個演講廳咧，而家咧就做緊裝修啊，所以咧我哋就冇辦法安排大家咧就係、是、喺演講廳裏邊咧坐得舒服啲，咁亦都即係唔好意思啦，大家要即係坐喺度啊睇報告啊咁樣。咁即係咁啱係咁嘅情況，不過當然咧，我亦都明白到咧，就係大家傳媒嘅朋友咧，就係非常之拼搏啦，拼搏精神咧，好值得我哋欽佩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就係咁嘅場合咧，我相信咧，亦都唔應該咧，對於我哋今日提交呢個報告，大家嗰個重視性，以至到咧個公信力咧，係有任何嘅質疑咯。點解多謝曬？唔到其他小組嘅成員出現嘅，你哋甚至可以一次過。其實咧，我哋都係因為因應住咧，就係演講廳嗰個問題嘅。咁即係諗一諗咧，就係實際上，如果大家企喺度咧，咁啊，我哋10多人企曬喺度，佢又唔出聲，咁樣係。但係咧，就即係都呢一個報告咧，其實就即係大家都會清楚知道。首先第一咧，佢係反映緊咧小組啊。當然咧，早段時間亦都有啲報道，就可能咧就係小組成員有少少唔同嘅意見。呢個係正常嘅。大家對於個細節嚟講咧，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睇法嘅。就算我同你咧，就住啲選項咧，都可能咧，未必係呢一套嘅選項，更加唔好講咧裏邊咧啲落實嘅細節。但係呢個咧，正正咧就係小組咧，其實咧就住今日嗰個建議方向嘅意見係一致嘅。
小組嘅成員全部都係認同咗今次報告裏邊。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唔會係做咗咁多嘅工作。小組咧亦都大部分參與咗喺裏邊。不過今天就請不到大家過嚟咧，企喺呢度俾大家影張相咁解啫。咁但係呢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係演講廳嗰個問題。有演講廳，我哋都有考慮，但係啲咁樣嘅係。主席同副主席要請你哋多次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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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